干嘛啦？那個、要哈，你刚刚吃了什么不该吃的啊？那个不该吃的吃吗？干嘛？那个气，那个球怎么回事？哇，那球你想干什么？喵哈，你学坏了。啊，白痴！你想害人啦、啊？打他想害人啦、啊？每次都碰到差别。小雨自己人，小雨自己人。喵哈，喵哈，不要。哎有真有真，我知道真了，我知道真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治疗冰雪。对，哎，为什么那边有坑？哎呦哎呦，为什么那边有洞？我刚刚路过没有啊？刚刚没有，现在有？怎么会有？有啊。今天不是五倍吗？再回头会不会就变五个？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。哇哦！哇哦！飞碟，三九飞碟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哇！哈哈哈！这是一个自杀打！啊啊！好累！这游戏可以换了吗？可以换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已经要变红色了、欸。一个小时现在爬好快、哦！哎呦，阿兵哥可以玩超过一个小时啊！上次都玩两小时。好啦好啦，再一场啊！海盗海最后一场，海十四海十四海十四最后一场。海十四，经典怎么了吗？经典的经典的。哦，是哦。我想把左边打开来。等下你的左边会帮你打开来。我帮你打开。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。我一直跟着他走。哎、欸，两个阿肥、欸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团团、啊，不要跟我绕圈圈，你这个坏。没有啊，你正在逗我，我就逗回去啊！我不要，团团还在嘲讽你，团团。啊！不能忍。我是你，团团杀他，杀他，杀不掉啦！我跟你一起，我跟你一起杀他。等一下，不不不不不，救到了！哎，就是我跟杰哥一起杀了团团，杰哥在哦。杰哥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啊！等一下，我有点难救啊。哎，你好，死了！哎，你，我才说你，我面前是谁？哎，杰哥，你剩一个人了哦。要自杀、啊！这款游戏我专心专上下、欸，快来救我！你发呆哦，泽平，快自身！你不是说他只剩一个人，你怎么就死了？他不听人讲话啊！哎、欸，你的真，你的真，你的真！这个人真的是哦，那个，像你哦，完了。哎、欸，他嘲讽，好丑！我觉得你要不要一个打七个啊？不要、喔，就很快就死了。无敌关灯道具，因为包包满了，无法送货、啊。我包包满了，没有送货就算了，所以我刚该用光光的。好啦，不会再开啦。对啊，先。哎、欸，尬广尬广尬杰克欺负人。什么啦？我有吗？你是在哪里啊？有广吗？你要点左下角喇叭，然后点下去应该会有个那个扩音器。啊，那我没有哎、欸。要到商城，他说要到商城，要到商城看是不是？哦，我好像也没有。啊，随便啦。啊，拜、嗯，这个游戏。要拜喽。怎么两年后再改？大家可以改玩手机版了。對對對可以玩手机版了。玩手机版喽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好，换下个游戏，为什么跑跑卡丁车？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玩过阿兵哥、欸，哎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好玩那个很好上手了，那个就是进去杀就对了，比包包王还要好上手。你有玩过第五人格吗？我有啊，对，一样吗？不相关，所以不相关，完全不战争吗？完全不相干，完全是这样相关哦。他哎、欸，他这个游戏是什么开头？我忘记。B 吗？ B? 我是打 G 就有了。G 哦、喔。G、嗯。F I T H E 啊。T H E。The Main Green 啊。那找到了。不会我没载吧？那叫什么 ？T 什么？哦，我记得那也蛮快的、啊。T H E 开头的。T H。它在 N N 的附近。N。啊，我点你们好友就好啦。嗯。
开了，我开游戏了，启动游戏。啊，我的沙滩排球。哎、欸，哦，关起来。哦，所以音乐好带感哦。对啊，这音乐你会十分钟的恋爱哦。十分钟的只有只有你。这个真的蛮像的，真的蛮像的，好不好？然后真的真的好像，回不去了，完了。十分钟的恋爱，虽然有一点的真，你的笑。等一下啦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这边错了，说点啊。音乐回不去，一直要笑，突然停了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音乐怎么了？本来没有想到这么多，你们还没唱。你一定要看我的精华。啊，继续唱吗？好啊，要从开始吗？我的心跟着你，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。水要开。对了，刚刚是上次是谁开啊？上次是小雨，那就小，你看自己怎么去。那就小雨开啊，父亲的又不像啊。没有，它只有一小段地方，有就有一段开头的那一段很像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有很快吗？糟了，我现在10%，十一，有没有十分钟的恋爱？有没有？真的有像，有一点像。噔噔噔，哎，我们不是可以投票地图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，马上先玩一场。没有，就是要那个吧。要下一场开始的时候才办法投票地。你的笑、是哦，可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不就直接选？选那个时候是没有啊，一开始开进来，一开始开进来是自己选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随便乱、后来是投票。哦，我怎么会移除这款游戏呀？哎、要加要加入你们了吗？要怎么加？加小雨，小雨，加小雨。哎、点我右键加入游戏。你们要先玩吗？可能要再等我五分钟、欸。好，嗯，没有在等你啊，因为这你们抽个就要玩很久，你们买个宵夜，我记得他是不是就五分钟啊？那小雨，你可以出门买个水，再回来。可以下楼买个水，下楼买个水。其实我们稍微聊个天就好了。对啊，那个阿米哥还没填单。哎，今天记得填哦，最后一天。对，应该不到一小时了。老定就老咖，一百人有三个人会中奖的几率。嗯，再填下去就更小几率。今天 Amigo 要抽奖喽，还没填的赶快去哦，赶快去填哦。这次没填就要再等一年喽。对啊。这个都是限量的哦。这次有小恐龙，你还不来？这么多的小绝不再版哦。对啊，这个我们不像某些什么。什么之后一次之后又再版再版的哦？谁？我不知道。你要说谁？我来，嗯，你想说谁？谁啊？没什么啊，来，没什么啊，谁啊？我想八卦一下。对啊，就说不在，嗯，对啊，就又再版了。还有一点啊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都不懂啊？谁再来？我觉得刚刚团团那一句比较。何日君再来？对啊，就黑啦，就是那个嘛，道德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十分钟的恋爱。好，我来看一下现在有多少，然后把机器人叫进来，下课。十点歌，观众有一大堆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讲。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是听不懂。欸、你们现在可以去 Google 十分钟的恋爱，然后你就知道。代沟、没有，观众很多人都知道哦。哦，我是真的听不懂。你没听过？他们是说，他们说这有年纪的歌什么的啊？真的假的？他是没听过？你知道这是大 S 跟小 S 唱的歌啊？对啊。哦，是哦，对，这我不知道。他们有唱歌哦。他们有，而且以前还是因为谁戴着牙套拍 MV 哦，就小 S 啊，对，我还真没印象，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嗯，你就会洗脑了，可以听一下，然后他们的舞步很简单，嗯，我倒是没有看过，没有研究过，哦，没有研究过他们的，
哎，所以待会抽奖一样是台台怪，台台哇！我自己讲完都笑了。等一下是在台台团哦，在台台团哦，台台团哦，对对对，是在台台的团哦。欢迎追随我的台团团哦，我的团团哦。你要可以装一个新账号了，熊猫台台。我太台了吧？好台哦。你要看是熊猫太太还是熊猫太太啊？感谢礼物，太太太太团，太太团，太太团，怎么会讲反了？也太好笑，啪嘴啪人家。啊，可以先跟哲平讲一下，等一下这一个没有分对，这一个就有点像那种大逃杀这样，就看到人 就砍，大逃杀好不好？就是。就是你上大乱斗了，对 ，CS 大乱就是那种大乱斗，就是随便你重生就有枪，然后就是把别人射死就对了，杀掉你以外的人。然后随、嗯、每次生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，对，颜色什么都会长不一样。只有这一关是这样子的，嗯。那其他的模式其他的模式是王道在跟你讲，其实他了，其实他了，有种非常安静的感觉。嗯，有讲话啊，有啊，有讲话啊，说好啊，嗯。然后说等一下，我在抱抱 M。没有，我在皇室战争。对，哎、不要熊猫太太。熊猫太太。熊猫太太还是熊猫太太呢？熊猫太太。熊猫太太。好哇哦！我突然觉得熊猫团团还不错。哎、欸，熊猫团团之前就有了、啊，之前就有啊。现在新的应该是熊猫，嗯，太太，熊猫太太，熊猫太太。我觉得熊猫太太应该很快就破百万了。不行啊！笑死，笑死！噔噔噔，熊猫太太是不是反应太慢了、啊？yeah.想到那个画面有点恐怖。熊猫太太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等下到时候大家回去洗脑都是什么？我确实上一次玩完这个之后，我有被洗了一小阵子啊，就一直。嗯。所以你有去找他 BGM 来听喽？有啊。但是你想要洗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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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个哦，我们上礼拜全是杰克的这个杀手歌啊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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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把它变成手机音乐了吗？棒棒，不然你还是讲那个。不要 doggy doggy， 不行啊，这没有几个人知道啊，不要再 doggy doggy 了啦！啊？ dogg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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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文学社神作神作啊，就文学社啊，还是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啊？不要那个动，那是 Undertale 哦，还是噔噔噔噔噔噔，等一下，那是鬼来电，太久了吧？哇，知道这个也太久了吧？这个其实蛮久的、哦。我之前猜歌游戏了吗？还没猜歌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刚还没猜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哪天来开一个猜歌游戏台哈？哎，这个一人轮唱一个有没有？然后含水唱，含水唱，含水唱怎么唱？对啊，旁边都唱出来了。这不行啊，这麦克风容易坏掉，不行。好危险！你又夹夹子了？你又夹夹子了？你又夹夹子了？夹子啊！嗯，夹子先拿下来。不是啊，工伤小。再讲，我跟你讲，超难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刚刚是含水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哦、含水的夹子很难。可是这是一个游戏，就是含水唱歌。对啊，是啊，没有什么夹夹子啊，夹不了、啊。是吗？你是前辈，要教我们一下，来了我们实在不懂啊！来了，啊，开始喽！准备，要喝进来，我进来。
我们按准备，笑了。泽平下面有一个准备的按钮，按下去没关系，可以按枪支开始。要互相打架啦！为什么我的右下角是？我是日文，我也是日文诶，哇！而且 loading 好 special 哦，真的那么 special。好，是我们打架子人吗？哦，对，泽平一二三的话有分那个、哦，有分枪。对，有分枪。泽平，你是绿色吗？对，这是谁？干得谁？黄色是我。黄色是谁？哎、欸、等一下、啊，绿色的死了。对啊，真的是你哦，白痴。什么白痴？我刚才就跟你说是我了。不是，因为好几个绿色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很多人啊。最帅的那个啊，你在搞屁哦。最帅都没讲话了，你在那边。我是美国大兵，这黄色是谁？报上名来，我靠。我。你边边抱边靠。讲什么啦？边抱边靠。那人家没有你报名边说我的啊。我。啥？这黄色是谁啊？好奇怪，我找不到了。